凯乐省钱五招，小子女快来学。凯乐2005年以蝴蝶姐姐出道，从当时月薪实领3000元，到现在赚到6000万豪宅。除了她超敬业、敢拼敢拖之外，省钱五招也是她得以买下豪宅的原因。第一招，走路上下班。凯乐出道初期，为了省交通费，每天走路上下班。第二招，打包便当回家。我都会把摄影棚的便当带回家，可以省就省。第三招，物尽其用不浪费，牙膏沐浴乳用到最后一滴才丢。第四招，货比四家赚点数，购买电器用品事先四处比价，再上网以分期付款的方式买进，还可以享有点数回馈。第五招，贯彻小资精神，不崇尚名牌，服装通通上网选购，只要好看，百元成衣照样穿得很开心。就是这五招让凯乐口袋变得跟乳沟一样深。只不过她因为想买房和家人同住，拼命赚钱存钱，也对身体健康造成影响。椎间盘突出旧疾，因为整天站着录影更加恶化，有几次还是边吐边主持。我要吐